今天我们去洋湖，不是奶茶叫汤的吧？洋湖那边的日托寺。托寺，日托寺有啥特点呢？日托寺啊，大卫知道的呀，一生一世呀，一生一世，生一世啊，各僧人值守一个寺庙，对，啊，很孤独的，但也有可能踩雷啊。我们今天五个大男人去探望一下他。对，人家不是孤独的，有信仰。对，有信仰。Scott， 听说你以前去过那边那个洋湖的？洋湖，我就打了个卡，到那个湖边去拍了个照。不过那个水还是挺湛蓝的。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不错的，离拉萨市区最近，算比较近的一个湖泊。这里呢，错就是湖泊的意思。哦，长知识。但今天天不好哎，没有太阳。到时候希望我们到了以后就哎天公作美。他闯吗？不闯，没事啊。Scott 呢？啊，腰有点不舒服。老腰有点不舒服。还是没有轿车舒服。我是翻江倒海的。你是翻江倒海，要准备做喷射战士吗？左右喷射。左右喷射。达哥，还 OK 吗？还好啊。好的。我就是耳朵跟这个背有点不舒服。OK， 休息一会儿。4500米雪线啊，我们看也可以看到这边已经，哇，白雪皑皑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，上车了，我来看。堵车了，一个小堵车。羊肠小路啊，这个真的是，我们现在在海拔多少啊？4200米了，4200米的海拔。哇，这段路开的真的是惊心动魄，我感觉有跟怒江十八拐有的一拼，绝对比怒江十八拐还要牛逼。这段，同志们补充点葡萄糖。对，是从贡嘎机场那个方向，一直到洋湖日托寺这个方向。哇，这条路非常难开，而且路况不是很好。你好帅，帅啊！很危险的。哇，这个妈妈也好乖啊！这个跳下，跳下来，跳下。哦，跳下来，好，哇哦，太棒了！这个搓衣板路啊。到了日托寺网红打卡地啊，经过大概几公里的搓衣板路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这里好像前面是一个。收费站，貌似是20块，对，游客每人20块，卫生管理费啊。啊，你看扫后面啊，120是吧？哦，好的，自己算了哦。什么？自己算了，卖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八十，啊，好的，好，日托寺啊，有倒影，感觉这个湖上有倒影的，不错的，这个飞机飞一下可以的。人不少嘛，我靠！哎呦，好累，日托山。日托山就是个小山包了。对啊，这个就叫日托山，这个山叫日托山，旁边那个叫日托寺。哎，这位叔叔为什么站在路边啊？真好，日托山，哎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玩一会儿。
上山的话好像有点累，我们可以考虑骑马上山，来回好像是100块，我们还没谈价格啊。那边是吃饭吗？不是，是叫玉套山，你们可以。哦、OK， 是那个有一个碑文那个。对，嗯，我们去看一下这里的海拔是多少。好嘞，日托山海拔4500米。你看到远远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就是日托寺。据说上面只有一个僧人在这个寺庙里面。很，这个就是羊湖了。羊湖它其实分很大很大一块区域，这只是羊湖的一个部分，啊。日托寺呢，就是依靠着这个羊湖而出名的。这里有很多像海鸥一样的东西，他们不怕人，很奇怪。这水是不是很清啊？哇，这水好……啊，哪口个屎呀？好清好清啊！哇塞！哦，我们准备骑马上日托寺。我们想骑马。我们有5个人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价格还能有点优惠吗？价格优惠。我们5个人，400块，400块，好不好？400码。哎呀，你们那个来回斜的就是100码，大概只有80码。90码，80。好，90。90块。5个人啊。我骑哪一辆呢？啊，不是哪一辆了，我骑哪一匹呢？随便呢，反正我今天不少。我骑这一匹好吗？让他穿。哦，要穿衣服吗？穿衣服，穿衣服。嗯。先让他穿个衣服，对吗？穿啊。好的。我可以站在上面吗？我来了。要的注意啊，啥不要动啊。好。脚动的。哦，脚在哪？好。中间。哦，中间。大风就小。哦，Let's go. Let's go. 都好了吗？不要说嘛，喂。哦。不要说，都说的我这个。哦，不要抓哪一个？这个怕了吗？哦，好的。怕了，你坐中间好点。哦。哦。哦，这个马。左边，左边，右边。嘿，大卫。本来还担心他妈下雨，很担心会踩雷，对吧？我没有推荐错吧？没有推荐错。神僧。相当好，相当不错，蓝天白云看。哎。妈妈驮我是不是会比较累？因为我比较胖耶。前方就是日托寺了，到了，这就是日托寺。我在这里下马，我们去日托寺看一下咯。十七十不对，这应该吹啊。哎，你们已经上来了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有僧人吗？里面？我没上去啊，我只有僧人。哦，哇塞，这个 view 还要棒。据说是西藏最孤独的一个寺庙，不知道有没有僧人啊？我们去看一眼。哇，这个小麻雀是做巢了。
进去看一下。哦，里面是不能拍照的，我先不能拍了。日托寺，西藏最孤独的一个寺庙，就在我后面，里面只有一个僧人，就在羊湖的边上，绝对是推荐大家来的一个地方。千万不要去那些羊湖高速路边上的那些观景台这些地方，一定要来这里，网红打卡地日托寺，好吗？你绝对不会失望，绝对不会失望。哦，我们下山了，太美了，可爱的小马，又要麻烦你们了。下山的路，咋洗的嘞？洗的嘞？咋洗的嘞？怎么样 ？OK 啊，我们去车里面吃点东西，好吧？喝点水。肚子好饿，我好渴。好了，今天大家都累了啊，我们要目的地，直奔目的地日喀则，订好的酒店。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吧。